哎，这两个你看多好呢！啊，就说了吧，就说了吧。哎，师傅，你快回来，给你妹妹洗溜了。高兴的，你没听他叫声？我落树了。他那个在那个笼子里面叫声和这个在放出的叫声，笼子也是憋的叫唤那个。来照，来照。来，看看师傅，别放，别放，别放，别让你放，你再放。咋这么好看？又有放，不能在院里头放了吧？你知道吗？容易被逮着，是不是说？他不怕人。我给他送。一定要把牢笼砸破。是。就是。这是超人。